喂，好，大家好，那我们是这个 ISS 这一组，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完成的近况，就是说呢，我们今天完成了我们这个网页的这个简单的样子。好，大家跟大家回忆一下我们在做什么，就我们就是希望可以透过拿一个 ISS 的连结，然后就可以把整个网站的文章去做备份，这样子。那我们今天原本在早上分享的时候是想要说，我们想要这个存钱端网站，然后就可以把它部署到去中心化，让程式本身被部署到去中心化的储存上面。但我们后来发现有个挑战，就是因为浏览器有所谓的不能够允许你跨域去连其他网站，就是所谓的 cores， 所以说在原理上就不可能这样子完成，所以我们还是得要写一个 proxy， 所以我们就是有做一个，今天做一个简单的 backend 去 proxy。那在这边 demo 给大家看哦，就是这个是我的网站，我自己的网站上面的 ISS 的连接。那我现在只要把这个连接给复制起来，好，把它给贴到这个工具上面，然后点一下。他就会去把这个 ISS 里面的文章全部都列出来，然后他还有其他 metadata 其实还没有显示出来。那我们知道就是设计说，你可以去选你要哪一些文章要把它上传，然后选完之后你就上传，然后那个钱包打开签一签名，他就上传上去区块链。对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，谢谢大家。谢谢，请那个。